嘿，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周日，第一次给小朋友办生日，才发现真的是有很多的东西要去弄。上一集视频呢，我去了 party rental 的公司，确定了 party rental 的那些方案。在美国给小朋友办生日 party 的话呢，要给所有来参加活动的小朋友啊准备回礼。那我们也是第一次给小朋友办生日，没有什么经验啊，我们也借鉴了很多小红书其他博主他们分享的内容啊，然后很多人提到。有一个日本超市叫 Daiso，也是这边的一个比较平价的日本超市。来看一下我们这次 Goodie Bag 准备了些什么东西吧，都在这里啦。然后这些东西都是在 Daiso 这家日本超市买的。OK，这个 Goodie Bag 是我太太从网上买的，因为我们这次的生日活动啊，它的主题是动物的主题，所以说各种动物的 Goodie Bag。这有。笔记本，这是四种不同图案的笔记本，都是非常可爱的，上面是卡通的小动物。那然后我们还买了免洗洗手液，也是很可爱，小动物的免洗洗手液，去学校啊，然后出去啊，都可以放在包包里或者放在口袋里，吃饭之前拿出来用一下啊，洗一下手，消一消毒。这边呢还买了一些零食，那这边还有更多的饼干，每个小朋友啊。人均的花费是6块钱左右，还不错吧？现在我们就来分装了。OK，大功告成。那我们一共这次准备了20份 goodie bag，因为不确定有的家长会不会带小朋友一起来参加。所以我们尽可能准备了多的goodie bag，让每个小朋友都有礼物可以带回家。